我是神兽经理。我太是了，从小妈妈就说男女授受不亲，都被男生碰了，我有宝宝的。你谁啊？我是幽灵镇护卫长。幽灵镇魔镜，没错，仙族擅闯魔镜，暗绿登坛。等等，我是猫妖传进来的魔镜。你还是孩子的你，碰一下不会有宝宝的。幽灵镇外围布满陷阱，运气不好会触发刚才的猎食怪，甚至会触发连巨象都能毒晕的炎针。 我可是锦鲤，运气超好的， 我才不怕呢。您刚刚就触发了陷阱，那不也刚好被你救了。好啊，那你再试试，这次我保证不会再救你，正好借刀杀。刚刚好像发生了什么事。没事。你真的没事？等等，别过来。我是锦鲤牙牙，从小便是三界张强的幸运神兽，就连误闯魔界也兵不血刃的干掉魔族护卫长。是，我居然被他碰了。渣男渣男渣男，男生乱碰女生，我有宝宝的。谁告诉你的？居然被魔族，我堂堂锦鲤怎会如此倒霉？就在这自生自灭吧。等等，别走。他叫我别走。对啊，我不但身世显赫，连吴承还那么倾国倾城，他一定是爱上我了。如果我就此离去，他搞不好会伤心欲绝，为了抢夺我而卧薪尝胆，用冰毒我，最后还你三次誓不答应。长得还挺帅，为了三界和平牺牲小五爷，无数不行。快，共到洞里去！共到洞里去！共到洞里去！先祖的气息。从极端过往，向世界都流放。我是锦鲤牙牙，误闯了魔界，还被一个魔族给扑倒了。听着，先祖闯了魔界，暗绿灯盏，你如果被其他人发现，定命不久矣。你们老怕我，还有几个宝宝啊？我说了，碰一下不会有的。小孩真麻烦。听着，这本该是大人才懂的知识。2月14，十里桃林，两人牵手而跪，对桃树伯伯许下诺言，再喝下7749天的桃花酒，才会有爱情的结晶。原来是这样的吗？是的。啊！参见将军。这是魔都派来的新护卫长。原来是护卫长在练气，我还以为是先祖的气息。打扰了，撤吧。杀！闷死我了！别乱动。我走了。去年我没照顾好他们，希望虎哥你……年年都说这话，能省点新鲜玩意儿不？哥呢，只说哥想说的话。祝大家虎年生龙活虎，虎跃龙腾，虎虎生威。白总追牙牙也不再虎头蛇尾，牙牙最终羊入虎口，了营早生贵子。大哥咋的了？进展太快了。哦，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，响应三胎，多子多福。哦，不要特意说白总，显得我很猴急。白总，杨秘书又在相亲了呀。要离职的人关我什么事儿？是因为杨秘书在日记里说你是自恋狂加工作狂，所以进来。好吃，你喜欢就好，这家店很有名。我还担心约会不够高大上呢。经济实
用就挺好的。他俩很开心哦。无聊。他还给杨秘书打伞，不关心。两人挨得可近了呢。可不像某些人，打伞还把雨淋到别人。今天情人节，明天元宵节，搞不好家人秒变家人了。今天很开心，咱们下次约。杨秘书。白总，不会又要加班吧？为我加班很痛苦吗？没有，可是我也得有私生活啊。所以私生活就是相亲，怎么你这样？对，我不想成为像白总一样的单身工作狂。那好，你继续给我打鼓，我和你相亲。来过去，我只想见你。什么？你的上司，那个天下第一次恋的白总，不还是在你家了？没有了，他发烧了而已。不会是和他已经？怎么可能？我就算孤独终老都不会喜欢他。我好心留他休息，居然还说我占他便宜，还生气走了。是因为你捉我尾巴。我不想找唯我独尊的富豪，我只想找一个平凡的男人，有一段平凡的爱情，平凡的婚姻就好。平凡对我实在太难了。作为神的杰作，我曾想连早饭都是米其林三星厨师做的油条，很难连起廉价三明治的平凡。猫的总裁，今天我很烦躁。白总今天很猛，是表白杨秘书被拒绝了吗？没有女人会拒绝我。你是不是也会突然就不想工作了？有时候突然想旅行，突然想喝几杯，有时候就想结婚了。我们只是缺点尝试的勇气。为亚历索林的勇气干一个，干杯。洋洋，有些话我一直想对你说，但以前咱们是同事，不太方便。我其实喜欢白总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来参加平凡的部门团建，帮助平凡的下属，很奇怪吗？可是你以前都不来的。白总，你昨晚强行变人，现在身体还不稳。喂。团建第一站是哪里？开始吧。好的。团建第一站是海洋馆。我是会变猫的总裁，我居然被女下属拒绝了。我不喜欢唯我独尊的富豪，我只想找个平凡的男人。白总，你真的要去吗？你昨晚强行变人，现在容易饥饿，还状态不稳定。部门团建是个改变他印象的好机会。平凡对我来说不过是降维打击。团建的第一站是海洋馆。我去。啊！差点没控制住。白总怎么了？快坐，身体不舒服吗？白总，你怎么了？吃饿了吧？我带了很多吃的。切，马屁精。白总，我来给你按摩吧。呀，我和他初恋了。他是发烧了，还乱跑。什么？发烧？放心，我给打急救了。怎么回事？鲨鱼疯了吗？别怕，有我在。小白，你家猫？别再吃了！喵，喵喵喵喵。我是会变猫的总裁，这家伙溜我秘书，又是溜你，烦死了！公司团建都追着你，白总呢？穆管家说他回家了，幸亏他回去了。咱们团建都是平民美食，他养尊处优的，铁定吃不惯。是啊。我只想找个平凡的男人，完美的男人也可以将就平民美食。冷静，这种朴素的店面，往往藏着天然的农家乐。
欢迎光临。滚！坐吧，我去叫厨师。吓死我！原来他不是厨师，跟女炮没关系。其实很多厨师高手都存在小店。老公，洗完尿不出来，炒面了。好嘞。长得什么餐厅啊？老板，你怎么也这么脏啊？会做的吧？你看，你砸着毛都吃吐了。小白，你没事吧？好像也没白吃。我是会被猫的总裁，一个完美的男人，而我的女秘书却喜欢平凡，该怎么办呢？嗯。好浪啊！等等，我来帮你拿。白总，粉丝问你为什么好久没更新了？什么更新？他不知道有你们呢。是不是被杨秘书拒绝伤到你了？我没有追他，只是知道了融入平凡嘛。可是我无论走到哪里，都是万众瞩目的存在。白总，你是我大神，我的短发为你而流。他一定是怕把不住我。阿庆，哎，不知该死的魅力啊！喂。我是会变猫的总裁，有危险逼近。你追到白总的秘书了吗？不太顺利，貌似白总也在追他。什么？走了，以白总的魅力，你不是对手啊！牙秘书是旺夫命，如果咱们不能把他撬过来，就很难吞并一行集团。只好请高人了。好险啊！我去说了吧，幸亏没有人受伤。滚！我是会变猫的总裁，最近总有人打我秘书的主意。怎样才能把牙秘书从白总身边撬走呢？白总太帅了，不好撬啊！如果其他人都是帅哥，相比之下，白总不就普通了吗？对呀，但是我们不接，太危险了。小心分配。好，我安排。喂，老大说多话不帅哥，去追牙牙，五条悟啊，八位什么的。不行。干嘛？反正猫总追不上牙牙，还耽误人家找男朋友。不行啊，很危险的。没用的，来人！没用的，来人！走开，我来。就这，挡住了。让我道歉。今天就是杨秘书最后一天工作了，白总，你再不挽留，不可能。我天生有道歉就会发高烧的体质，就没有别的办法吗？没有。是吗？我总裁圈的朋友就从不道歉，他还早就结婚了。我都离咗婚好耐噶啦。你是唐总？想当年我恃住自己又靓仔又有钱，次次嗌交咧都系要佢先道歉嘅，结果咪就俾佢飞咗咯。离咗婚之后，我炒得好快，我今年先至20岁，睇到个月亮都系绿色噶。白总，马上8点了，你会变猫的。
不用下了班还不敢卸妆，就盼到工作狂上司了忽然安排出勤，现在总算摆脱他了。快来我家陪我一起嗨呀！好呀、啊，外卖到了。我从来不道歉，没有别的办法吗？亚秘书、嗯、你知道东欧巨变苏联解体的历史吗？什么代表冷战结束？我讲个故事吧。有一天小熊在玩气球，气球飞走了，于是小熊一边追啊一边喊，求求你别走，求求你别走。他好像没听懂啊。换个故事吧。天，小黄鸭去排队买奶茶，可是怎么样都对不起，他就嘀嘀咕咕地说：“对不起呀、啊，对不起呀、啊。”谁又来给牙牙庆祝离职啊？是啊，我还有一个故事。我先去拿外卖吧。等一下。可以不走吗？想到未来没有你，我好像做什么都没有动力了。我想要你留在身边。可以不走吗？我想要你留在身边。白总，你洋洋，快开门啦！糟了，被同事们看见就完蛋了，快躲起来啊！喂喂，你干嘛？不想大家误会，快躲到柜子里。我不要，这比我家猫汪还贱还乱。不离开。嗨，怎么这么久才来开门啊？我两个茶杯。刚刚有人在这儿，是男人的味道。哟呵，呀，你有男朋友了？金屋藏汉。没有啊，以我越南无数的经验，20米内定有男人，就藏在这儿。不要啊！咦，啥也没有啊！我就说没有嘛。奇怪，别疑神疑鬼了，今天咱们给牙牙庆祝离职。他还是要走。我暂时不离职了。啊！我想了一下，可能白总还需要我。是吧？不是吧？你还要养住糊口啊？那工作狂老板，这一次，小白，我不会再让你离开了。但怎么你离去，在我的世界里抱了一下而已，哭什么？放松，睡着。儿子，这就是爱呀！爱就是有无常反复的。梦到了奇怪的东西，放松，舔狗才会心神不宁。小白，你也睡不着吗？你在干什么啊？淡定，今天你已经很不要脸地挽留他了，可以不走吗？至少要保留点上司的尊严。白总，你喝多了。今天高兴是因为留住杨秘书了吗？主管，白总，你醉了，今晚回家住吧。杨秘书，我要陪牙过端午节。哇，小白，你变成大肉粽子了呀，好可爱啊！又想亲我，就勉强允许你吧。你去哪儿喝的酒啊？我们喝那么多会死的。你是要睡了吗？那我陪你睡吧。白总的同款香水，难道我不会是想他了吧？啊！我忘记把他们扔了。以前我怀疑过你是白总变的，偷偷躲在女生家的变态，就买了这些，发誓要灭了他。我真是胡思乱想，你怎么可能是白总呢？接受白总的挽留，对不对？到了，迟到了。咦，早啊，
等我放下尊严挽留他，居然开始不自觉地想对他好。以后公司配车接送，你早上可以多睡点。顿时期待我天天来。陆老司机负责。嗨，这是早餐，以后不许饿着肚子上班。哇，嗯，好吃。但最近你体重长了3斤，少吃点。这是什么？你的大姨妈日历。咱们互换过灵魂，你的周期我很清楚，我还准备了多种型号的卫生巾。不要！秘书，你真不灵了，欢迎回来。白总，早上好。白总，你问好。听说白总今天向属下问好了。什么？还笑得大气呢？有消息称，你眼里注重的白总居然向下属微笑问好。专家分析，一航集团必有重大利好。赶紧重仓买入了。原来对老婆好，财运也会变好。我为什么要收老婆？今天好奇怪，白总好像很糟糕呢。喂，今晚6:30，丁云顶餐厅的两人座，我想约你一起晚餐。白总约我晚餐？杨秘书啊，你提了离职就真不敢死皮赖脸的回来哦。你以为白总还会重用不忠诚的人吗？是他留我的，他明显在架空你啦。对我客气点，等我成了白夫人，兴许还能照顾你。老铁们，我要和白总约会咯，还不信我让你们亲眼见证。白总你来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都下班了，忽然收到白总的消息。别忘了6:30云顶餐厅。我懂了，是要你来服侍我们。毕竟我很快就不是秘书，而是白夫人了。给我满上。不合适吧？你愿意？小心我让白总炒了你。你又炒谁呢？白总你来了。起来，你凭什么坐牙牙的位置？你约我的呀。我约的是牙牙。什么？你臭吧你，我怎么好看竟然喜欢他。牙牙，给我一次机会，做我的女朋友吧。